对我那么好，思念就像毒药，让人受不了的煎熬。我会迷恋上你，赖在你怀抱。哎，对我这么好，我都有点激动。感谢我天少哥，你也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。宝贝们，没勾直播室通知的把直播室通知勾起来哈，没打卡的帮妹子把卡打一下，在这下边直播室通知跟打卡在一起，如果是手机用户的话，你们打不了卡也勾不了那个直播室通知，你们把那个心点亮就属于关注我了，你们知道吧。然后想做网络兼职的宝贝可以加一下三号麦序的，你们电脑可以记我的名字然后关注一下我，加一下咱们家的 YY 直播通知群，加一下咱们家的 YY 直播通知群，然后上马甲的改一下咱们家的马甲格式，然后给你们上一下马甲哈，成为咱们成为一家人，让我看到咱们的马甲格式。思念就像毒药，让人受不了的煎熬。我会迷恋上你，赖在你怀抱。我决定了，明天开始跟你们一起录。你们早起跟我一起直完播之后下直播，然后下午我会在艾欧尼亚开黑房等你们一起录啊录。给我一个拥抱，给我肩膀靠靠。你别唱了好吗？为啥呀？咋的呀？唱难听啊？对，艾欧尼亚。王主几点下直播呀？再待会儿。谢谢王小凡，宝贝们来俩卡。